毛病发作坏好事，搞定俗女的难缠症头。摄影师就说：“海君，你比较肿一点，像乌醋。我的沙茶面有加乌醋。对，我刚刚就是会想到。”吃起来不是咸的食物，里面隐藏了非常高的钠。讲到一半说他听到一个声音，结果对不起，我都忘记了。我是那个节目第一个让他们停棚的艺人，因为我的位置都被别的女艺人取代。今天晚间九点，东森超市33频道《妈妈好神之俗女家务事》。